好，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成佛之道呢，那么在课本里面的137页，我们的科判表的第17页哈，也就是进入所谓的别序，啊，前面有个总标，啊，所以是以声闻为当机者，对不对？之后呢，那么会有别序，就是。所谓的声闻，它不是只是出家人而已哦，它分了在家、出家、众，还有呢，它也属于独住或者共住型的，不一样的。还有呢，它属于信行跟法行，啊，会有这几大类的差别。啊，好，那么我们来先看看，在家、出家，啊，所以不是说只有出家众才叫做声闻，在家人也有声闻根基的人哦。啊，就像各位现在是不是也在声闻呢？啊，只是声闻之后，那么是发出离心，还是发菩提心，不一样。啊，那发菩提心就名为菩萨嘛，对不对？发出离心就名为什么？声闻。啊，但是我们说，哎，菩萨他是不是也要有声闻的基础啊？还是要？啊。所以发菩提心，那么他不仅自己能释出，他还愿意释入。属于声闻根基的话呢，就想要自己释出就好，不管别人了。就像中国人讲的，一个是属于独善其身行，一种是属于兼善天下行的，是不是？嗯，它的差别。那也很难说一定要如何，而是我们自己根基的问题。我们学习到什么程度，其实我们的心也发到什么程度。啊，也勉强不来。但是纵然我们哎，可能还没发到菩提心，我们也起码要知道何谓菩提心啊，对不对？啊，就算我们真的以解脱道为主的话，我们也要知道成佛之道为何物啊，是不是？啊，所以我刚才也讲说，其实所谓的声闻不是永远不变的声闻，所谓菩萨也不是永远不变的菩萨嘛，对不对？在学习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会有所变化的。啊，就好像在读书的过程也是啊，啊，这个性向测验，小时候的啊，小学时候测跟中学测跟大学测是不是有些不同啊？纵然上了大学已经入了某个系，都还想转系，是不是？都还有机会啊，会觉得啊，这个系所跟我不合，还想转，乃至于大学毕业之后进了研究所，可能他所学的还不见得跟大学读的一样啊。啊，所以其实我们的根性还有整个时节因缘。来说的话，这些一切都属于因缘法。所谓的因缘法，它都是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不是都一切无常啊？一切行无常嘛，啊，所以在这个行无常当中呢，那么佛法讲到苦，那也因为苦而怎样想要出离，啊，想要就是发了出离的心啊，所以呢，那么这会有出离的这个声闻圣有。圆觉圣、菩萨圣也一样要具有这个基础，但是我们说三圣共法是针对什么？声闻圣，啊，针对声闻圣，所以正化于声闻。好，那么所谓的声闻圣，它分了在家跟出家两大类，啊，所以这里，但是呢，一般我们比方在图像啊或者印象上面，想到声闻众，大概都以出家人为代表。啊、哦，大概会以出家人为代表，那讲到菩萨圣，大概会以什么在家人为代表？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菩萨，大概都是有法髻的，是不是？还有璎珞，啊、哦，有装饰的。那在家菩萨才可能如此啊！啊、哦，你说这个比丘菩萨也有啊，但是我们就不至于有法髻又带璎珞的。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在家。菩萨在家根基菩萨多啊，出家的根基声闻比较多，啊，所以难免在那种所谓的维摩诘所说经里面有没有啊？它就会有很多的图像，在壁画里面很多都以维摩诘经变呢、啊、为主的，对不对？所以他一旦画声闻众，他就是画菩萨，哎，就是画出家众的样子。啊，一讲到菩萨，尤其在佛法的那个经文的内容里头，他要讲菩萨法跟声闻法的差别，他就用居士跟出家众的差别在那边比。
所以我没看说哇啊，怎么出家众十大弟子都还不如维摩诘居士，是不是？因为维摩诘居士他本身是个大菩萨，那用十大弟子，用弟子啊，用声闻众，因为佛陀那个时代以声闻为主嘛，好，所以纵然出家人大概都把它归到声闻道上去，好，所以就会哦，这个十大弟子要，就说佛陀叫这十大弟子去问疾，是不是？啊，去，因为维摩诘居士他怎样，这个世疾嘛，啊，因为他生病了，那么就希望人家来看望他。其实不是想要看望他的身体，而他会希望借着身体生病了来说法，对不对？但是这十大弟子一个一个都说，哦，他有过什么经验，不敢去。那我们会想说，奇怪了，怎么十大弟子都还不如一个居士？其实那个是怎样？是声闻法跟菩萨法的一个差距。好，但是我们很容易就着相，是不是？好，我们很容易着在说啊，好像出家人是不如在家居士的样子，那反而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其实是声闻法跟菩萨法之间的一个差距，落差很大的不同。啊，菩萨法它的那个视野更宽广，啊，声闻的话会比较以解脱为主，啊，自我解脱为主，啊，所以维摩诘所说经的这一部呢，它是大乘佛法嘛，所以它弘扬菩萨道，啊，以居士为代表，啊，以声闻，那出家众呢，那么会变成是声闻的代表，那其实是菩萨道跟声闻道的一个差距，不要把它想成是居士跟出家众的差距，那就误解了，就大大误解哈。好，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声闻众它也包括在家众，啊，不是只有声闻，不是只有出家众而已哈。好，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文哈，正文哈，解脱道远离苦乐之二边啊。顺摄乐行者在家修法行，啊，顺摄苦行者出家做沙门，啊，好，那么也就是说，在佛的这个声闻弟子当中，啊，那么也有种种的这种根性的差别。那么在外相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哦，会有出家众跟在家众的一个差距。那其实呢，当时候，佛陀那个时代啊，社会的这个风尚呢，走上比较极端的路啊，一个属于乐行者，还有一种叫做苦行者。好，那么所谓的乐行者呢，那么他就是纵欲的那种享乐主义啊，因为印度民族啊，他们会有个倾向，一直在思考人生的问题，如何的解决人生问题啊，如何解决这种解脱问题了。啊，因为他们其实很早就去意识到这个生命流转。我们中国人，我常讲说，我们中国人其实很少去意识到这个部分。中国人比较现实一点，我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不是？哦，会觉得学而优则仕，所以比较属于现实的政治哲学，只谈现在事啊。孔子不焉知生啊，未知生焉知死，是不是？不谈怪力乱神，不谈生前也不谈死后，就只有谈现在。当这样子的思想本身，它是可以很落实的经营现在，但是到人的老的时候就很可怜了，因为他没有来世的话，他是不是就完全是走下坡啊？没有未来呢，没有未来的老年人是非常可怜的、可悲的，只有等死嘛，只有在病中然后等死，是不是？有任何的安慰能够让他再燃起希望吗？大概只有说啊，希望子孙能够兴旺，是不是？因为自己即将消失了嘛，就寄望在子子孙孙，所以它是很家族式的。啊，那中国人会觉得说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是不是？积恶之家必有余殃，但是好像也不全然呢。因为所谓的这种因缘的循环，不是以家族为主。那么一些没结婚的，他的善恶怎么办？怎么流传？啊，我就发现也有喝点出拍顺嘛，我拍点出喝顺呢，是不是？
你会觉得，哎，你找不出那个循环的那个规则来。其实佛法就讲，因缘业报是个人的，为什么会结成一个家庭，是缘很深的关系，是有深的缘才结合成家庭嘛。那家庭之间也很复杂，也有善缘恶缘的结合，对不对？啊，这个父子母女然后夫妇，就看是善缘还恶缘呢、啊，啊，所以我们就想说，当我们真的有生之年有能力耕耘的时候，真的要广结善缘，很重要啊，对不对？多广结一些善缘，下一些好的种子，将来福报多一点嘛、啊。啊，如果我们这辈子老是碰到很不如意的事情，我们觉得是人家在障碍我们，其实是我们过去障碍了人家，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些就会变成说，其实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而不是别人害我们。虽然我们结为一家那种纠结啦、啊，那种细琢，哦，很多是实在是讲不上来的，对不对？但是毕竟呢，那个都是结很深的缘，拥有共同的共业的部分才会共住在一起，啊，所以这个部分真的也得要去接受，啊，也得要去面对，啊，甚至还要得要放下。不要一直纠结在里头，要能够跳脱出来也是一种解脱啊，对不对？啊，所以呢，透过其实佛法它就讲得很清楚，这是个人的问题，不是家庭的问题啊。所以一般我们会觉得说，大概都喝瓦盐掰来盐，就是嚯、哦、出门了就欢喜啊。哦，这个很多朋友什么的，你就很高兴，对吧？回到家，哇，也眉头都皱起来，内缘比较差，外缘比较好，啊，其实大部分都会有这种状况，是因为怎样，在里面摩擦多嘛，距离太近了，啊，也不用客客气气啊，就反正有什么脾气，有什么想法都嘛，青菜公公的，哦，就没有任何的顾忌就说出来，对不对？到外面的时候你敢这么放肆吗？啊我们都把最美好的部分显现出来，因为在外面时间有限嘛，对不对？可可干扣嘛，公斤来归点点啊没发脾气回去再来发啊所以我因为在家里时间那么的长啊，不用做表面的功夫，所以那个很本性的很差的那部分根本就不假任何的修饰就给变变出来，对吧？外面那么辛苦，我回来我当然就要发泄，所以老是在家里那搅得一塌糊涂，啊，然后就觉得哦，你出去就很快乐了，你就很怎样，哇，又冷嘲热讽，又更把他怎样推出去了，是不是？啊，就恶性循环。啊，其实我们真的不能只有看表面的现象，哦，真的不是只有看表面的现象，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啊，所以真的是那种包容度要宽大一些，啊，这个能够结合在一起，真的是有因有缘，世间极呀，不会无因无缘，没有，哎，世间找不到那个无因无缘的现象。但是我们常说啊，无缘无故你来惹我，对吧？无个代志，那咱感觉是无缘无故，都有因有缘。学佛应该要修正这些观念了。哦，不要以为说人家都是没来头的，忽然间就来惹我们，我们去惹人家，人家来惹我们才怪了。因缘是不是互动的、啊？因缘法是互动，不是单独的，不是单一性的，不是哦。啊、哦，所以这些真的要有深彻的理解之后啊，而你不会怪东怪西，啊，那么更是要怎样？要检讨自己，修正自己才对。啊，对家里人的那个包容度要大，所以以在家菩萨来讲，这个家庭即道场，家庭是最好的道场，直接的磨练，对不对？啊，那真的是要有一份很正确的观念的时候，你才愿意包容家里头的一切啊。尤其相处在一起都看到有缺点，啊，没有太共处都看到优点，对不对？啊，所以呢。真的是这些我们都要做一些调整了、啊、好好，所以呢这里就讲到哈，
佛陀那个时代啊，在印度来讲的话啊，因为印度人一直都在思考人生解脱的问题，所以他们想尽各种方式，无非就想要解脱。那这种解脱呢，难免就会有所谓的这个极端型的，就是他属于那种乐行者，要么就是苦行者啊，会觉得说把身体苦到极限之后，我们的精神就升华起来，或者乐到极限的时候，精神也升华。那其实这个都不对啊，其实都是极端的啊。所以当时候啊，这个乐行者会有那种唯物论啊的顺势外道，还有性欲崇拜的这种骗入外道啊，以男女交合为大乐的，看成是这种解脱生死的妙法。哎，这些其实我们都会发现，其实佛教界也都会有时候都会引入呢，对不对？是因为其实本来就有这些基础。那佛陀当时提倡其实要不偏苦不偏乐才对，而不是说纵欲的乐行者就能解脱，也不是什么极端的苦行者能解脱，其实这个都是错误的哈。所以这里讲到说，所谓的那种苦行者呢，就是禁欲的克己主义者啊，那比较极端的就是属于耆那教啊，他过着那种极端的苦行，甚至整天是裸体的啊，那有的是冷天就卧在冰上的啊，这个夏天就晒在太阳底下的啊，吃的穿的就是说都是跟一般人的生活的方式不一样，把自己的色身肉体苦到极限，以为说这样子我们的精神就升华，其实这些都不对啊。那佛陀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所提出来的很重要的啊，就是要怎样，所谓能不能解脱，就在于是要远离苦乐之二边，既不是乐行者，也不应该是什么苦行者呢啊，要能够保持什么中道。其实这里就可以看到初期大乘发展出来的不二，在这里是不是已经看到影子啊？他的法源其实在最前面这个地方，佛陀的开悟，说实在，佛陀当时候的成道的时候，他不就是听到他苦行了六年啊，那么他听到非常悦耳的琴声啊，体会到什么，那个琴弦要怎样，要不松不紧的坠啊，悦耳，是不是你紧到断掉，松到垮垮的，都不是好的嘛，对不对？所以一个智慧者，大智慧者，很多因缘的那种体悟跟理解哈，就在生活当中呢。但是我们凡夫众生光听到这样也没什么开悟，对不对？啊，有的真的看到春去秋来，花开花谢，是不是也能够体会到那个世间因缘的无常啊？所以那个就叫做什么缘觉嘛，透过因缘的觉悟。那个已经超乎了语言文字，对不对？但是我们说声闻它，我们不得不透过语言文字来引导我们正确的思想。但是我们生活上的人我是非争执啊，这些是不是它已经超越了语言啊？当下我们怎么处理，那就看我们的心境到什么程度，对不对？平常我们透过这个而让我们比较放下的时候，在我们处理的时候会比较柔软一些，那个包容度是不是会大一点啊？所以一个人的他的心量的大小已经不是透过语言文字了嘛，是不是？他很直接把表现出来的那种做人的风格是不同的，那个是不是也是透过听经闻法来修正我们的那个做人处事的人生观啊？所展现出来的那个生命的特质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我们透过声闻之后也要圆觉啊，它不是断然断开来的啊，只是说透过声闻会比较有次第，啊，让我们的思考上会比较有逻辑，因为透过这样的逻辑次第，我们会比较能容易怎样接受嘛。好，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佛陀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他所提出来的解脱道，就是说要远离苦乐苦行与乐行的这两边，也就是所谓的中道。所谓的中道呢，叫做以智化情。
我们的情感执着不是说切断就能够切断的啊，要像大禹治水是能够疏导的。如何的疏导？透过佛法的智慧啊，透过佛法的智慧啊啊而加以疏导。所以这也说所谓的克制自己不可以怎样强害自己的啊。那这种受用来讲的话，维持生存的所必须基本的条件是要保持的啊，但是也不能怎样，不可放纵啊，不可以纵欲而乐啊啊。所以也唯有这样子才能够引上什么解脱道。所以所谓的解脱道啊，所以其实我们佛弟子的生活方式就应该要合乎什么，哎，中道，不偏苦不偏乐。哎，但是但是如果我们佛法基础不是太够的时候，我们如果看到一个苦行者，我们就会说他有修行，是不是啊？跟一个有智慧的人，所谓有智慧的人可能他的言语行为啊，当然所谓有智慧也不是只有透过语言呢，还要包括他的生活方式啊。但是因为真的一位有智慧熏习过佛法的人，他的智慧他会变成说不偏这两边的时候，我们反而有时候说诶，看不出他到底在修什么法门呢，然后也讲不出他到底有没有修行。你看他也没有说一定在礼佛或拜佛或者要把自己苦到极限。我们的习惯上会用眼睛去判断，那这种眼睛哦，够把就处处啊。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肉眼其实那个能力不是太强，我们只看得到表面啊。说同样这样两个人，我们会不会觉得苦修的人有修啊？他会觉得智慧者还不见得哦，他每天他可能到处，哎，去宣扬佛法的时候，他可能也有人接送，也搭个奔驰或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人靠不修啊，这个他敢靠还靠修，会不会这样想啊？我们很容易这样想，哎，这样对不对啊？其实不对。所谓真正的有修是怎样？不苦不乐，中道而行，叫做有修。哎，要这样子修是不容易的，反而不容易。要这个中间拿捏的恰到好处，好，不能说哎，我学佛之后是苦的不得了，那为什么要学佛啊？学佛之后是不是要脱离苦啊？厌离苦嘛，但是也不是纵欲的。乐行不是啊，他也不能说是生活在非常的那种奢华萎靡当中，不是啊，对不对？他生活上不能很浪费的啊，是惜福的，对不对？但是不是极端的苦，不是极端的乐啊。所以我们真的有修没修真的是透过佛法的智慧所展现出来的那个生命的特色，这个是不是要更深沉的去观察？这叫做妙观察智，不是只有看眼，不是只有透过眼睛啊，啊，真的不是只有透过眼睛。所以常说，在佛陀那个时代，提婆达多他也很想要有自己的那个群众基础呢，他也跟佛陀说：“你这些僧团由我来带吧，你老了，啊，我来带。”结果佛陀说：“又不是我在带领僧团。”非我摄生是法在摄生啊，因为有法就有生团的存在嘛。既然不是我在摄生，我怎么教给你？所以提婆达多不就很生气吗？然后他就想说，我一定要建立一个生团，是更精严的、更有修的，让一些人就跑过来。哎，确实哦，有效的。他就是一定要树下坐，不入房舍，对不对？他一定要粪扫衣，他就不能穿金缕衣，对不对？啊，他一定把生活苦到极限，但是一点弹性都没有。但是人家喜欢这种哎，所以真的，他当时的破僧就是这样。那佛陀的话，他是非常随缘尽分，原则上应该穿粪扫衣。但是如果有人供养你好的衣服，你能不能穿呢、啊？还是可以穿，但是你穿了不要执着，说我穿了好衣，我就不穿粪扫衣，那又错了。而是很随缘，我有粪扫衣穿，我也没有关系；我有好衣服穿，我也没有关系，我不执着。也不讨厌，对不对？是随缘的，这是很重要的、哦、好。但是当时候真的一般人看了会觉得提婆达多这边的僧团比较优秀，这个也是我们佛教界一直有的危机啊。我们都喜欢用看的，
哦，所以当时候能够破达到破身，也是会有这样，佛陀一样，没得住就树下总监坐嘛。那有得住呢？有人供养金舍的话呢，那就随缘了，是不是可以入屋子里面去睡啊？还是可以啊，对不对？奇树几孤独园，好，那个几孤独长者不就供养那么大的一个那个奇树园吗？啊，一样有房舍的，能不能住还是可以，但是不会因为我住过房舍，所以我不愿意到树下去住，对不对？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因缘很难讲，而且我们因缘福报也不一定。好，我们只要能够随缘尽分，碰到好的我们不要去着，碰到不好的我们不要去讨厌，对不对？都应该随缘尽分，而不是非要不好的才可以，非要苦的才对，那有错。不知道各位能不能体会哈？哎，应该是不苦不乐的中道，才是解脱的什么基础？啊，才是解脱的基础啊！好，所以佛陀当时候以中道为好他的主要的宗旨的时候，当时候的根基是偏苦偏乐嘛，啊，所以呢，当时候的声闻弟子就有所谓的在家跟出家的差别。那在家出家主要还是生活方式的不一样，啊，但是他们都共同是有善根因缘的，都共同愿意皈依三宝的，啊，所以呢，一样佛陀为了顺应众生，啊，那么一样同样也是同意，哎，你可以在家修，也可以出家修。啊，那么这个跟性情啊，跟生活的喜好都有所不同，所以为了顺摄，啊，为了随顺摄受这些乐行者的话，那么让所谓在家弟子照样的拥有妻夫妻儿女，啊，照样还是可以从政，还是可以从商，啊，还是可以这个从农从工从商，过着在家的生活一样是可以的，啊，就好像。当时候的这些什么频婆沙罗王啊、莫莉夫人啊、须达多长者啊，这些人不能说哎，你非出家不可才能够修行，那也不对，啊，他同样站在出家的在家的立场，但是呢，他也愿意啊，他也愿意修学正法，所以最重要的是修学正法，在家里一样可以修。啊，像三皈五戒，还有修定修慧，啊，只要有什么出离心，虽然过着很丰裕的这种生活，但是也不妨碍修行。就说你不要染着在这里面，啊，当我们拥有这些福报的时候，我们又知道能够随缘尽分的来布施，继续修福报。啊，你之所以能够拥有这些，其实是过去有修啊，但是不保证未来有修呢。有未来有福报，对不对？所以呢，也必须要尽量的去修福报。不过，因为我们现在在三圣共法里头比较不强调福报，为什么？因为强调出离，强调智慧。啊，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强调的是透过智慧才能了脱嘛，才能够出离呀。啊，但是呢，有一些哈，为了随顺来摄受一些苦行者的根基。那么就会有所谓的出家弟子，啊，像一些当时有很多从外道转过来的，他一带就带了500这样子过来，啊，这些家舍三家舍，啊，他们一带都是他们原来就是一个外道僧团，啊，沙门团呐，他们当时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那个修行方式。啊，只是哎，他们听过佛陀讲之后，会跟他们自己原来所说的法会有差别。啊，根基比较好的会发现说，哎，佛陀说的法好的时候，他整批的就带过来。啊，那么他们会比较习惯那种出家生活，过着比较严肃啊，少欲知足哈，也不想要续存那些财银啊，珍宝。啊，也不尽淫欲啊，那么自愿做出家的沙门，啊，所以所谓的沙门就是勤习呀、啊。所谓的勤习呢，就是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啊，之所以要做沙门，就是很专心一意的，啊，
那么在这个道上能力啊，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啊。所以这里也讲到说，总之啊，不管顺乐行的在家也好，顺苦行的出家也好，只要有出离心，过着不过分的纵欲，也不过分的苦行的中道生活，有没有？其实中道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啊，这也是我们生活上的一个难题啊，大家可能不是偏苦就是偏乐啊，所以只要是有出离心，所以佛陀当时候因为以声闻以解脱为主的声闻以应该说以声闻为主的解脱同归的时代，以声闻为主流啊，佛陀在世的时候以声闻为主的主流啊，那么会有在家中有出家中啊，会有比较属于乐行跟苦行啊，但是呢佛陀讲说其实不管原来比较偏于乐行或比较偏于苦行，其实都应该要做一个什么调整啊，关键在有没有出离心，之后至于那么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是中道的生活方式啊。好，那么还有呢属于他可能独住或者共住啊，那么这个就专门讲出家众了，出家众啊，在出家众里面呢也有不同的根基，不同的风格啊，有的很喜欢独住啊，叫做无事比丘，少事少业少烦恼啊，住在阿兰若里头，所以也叫做阿兰若比丘，他们呢会比较随缘，住在山林旷野啊，在种间在树下这个宿啊啊，这个过夜啊，当时我们第一次接触到那个泰国比丘也是哦，他们来的时候也是说，他们也没有要求说一定要到房间要房子里面住呢，我们刚开始不习惯，北传那有说不请人家进房间住啊各位如果到寺院参访，是不是如果要过夜也是说让各位到房舍里面啊，好，所以我们说北传的禅堂都在室内啊，南传的是在禅林在外面啊，所以他们就是连说啊要来过夜，他们也不会要求说要房间啊啊还要套房呢、啊、没的事儿，连房间都不要求啊，甚至我们说当然以我们北传习惯上，当然带人啊待客之道也是提供啊，要住宿的话当然要提供住的房舍，是不是？但是南传呢他就无所谓啊，当然就真的哎，当时我们第一次看到散帐哎，他们就真的结在外面，然后就在外面住，这个住一夜，禅修一夜，甚至他还跑到那个塔旁边去，哦，三更半夜在塔边，我们在北传还没这勇气啊，啊，那他们就真的，他们可以住在那个塔边总监呢，啊，在树下，他们就是非常的随缘。啊，所以像有个禅林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想，这个应该要跟什么原始佛教跟南传的系统才能结合在一起。啊，那属于北传的禅堂的话，都是很宏伟壮丽的，是不是？哦，都是一下子就要上百个、几百个、上千的哦，坐在一个大的那个厅堂当中。那其实禅修本身，如果在户外哈、啊，跟整个大自然的接近，本身其实已经释放掉一些压力了，大自然本身也会说法的呢。哦，在大自然，在树林里面，很多的那个压力是可以解放的。啊、哦，之外，那么当然，让我们的身心能够安顿下来的时候，那么对我们所学的法义，我们会认知的更清楚，乃至于不仅理论，它还可以现，还可以验证，可以看得到的。那这种看其实是从什么？从心来看，不是从眼睛来看的、啊、看到那种平等的现象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那种大概都是在闭着眼睛的禅定状况才看得到，我们会发现那个肉眼闭起来心眼打开，我们现在都是肉眼打开心眼闭起来
一直在观外面的，哦，越看越糊涂，越看越烦恼，是不是？佛法教我们是把肉眼闭起来，把心眼打开。我们的心眼在第六意识里面呢，在禅修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它我们可以不只听闻到佛法所讲的的因缘的那个现象是可现前的，它是光明的，是温暖的，那个因缘的那种堆砌呢，它是很自然会现前的，所以呢，属于这种住在山林中间呢，非常简陋的那种茅草屋呢，这个都属于叫做无事比丘，穿的吃的非常的清苦，不愿意跟大众共住的，这个都会比较属于独善行的，离群索居型的，不愿意说法的，那这种都是属于什么？自利心比较重，比较急于修禅观。但是呢，也不止这样子的比丘，那么还有爱乐人间住的，叫做人间比丘，叫做人间比丘。所以我们说，同样的出家众，其实也不完全是声闻的根基呀，对不对？他这个愿意在人间乐住于人间，其实他就有菩萨的什么倾向，是大众和合共住的，是不离僧团的，是能够游行人间的，可以随缘在人间教化的，那么但是呢，他还是很精勤的修行，过着什么集体的生活，与社会还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么佛教的发展，主要还是人间比丘的功德，那么把佛法带到人间里头去。那其实它本身就有菩萨道的一个景象了。所以呢，这个，但是呢，属于人间比丘，也不能一直外放在人间里头，在馈闹当中，所以佛智呢也要节下安居啊，3个月，每年其实都也要让自己有进修的机会，能够这个充电的机会。那么就透过节下安居，是独住的，就不到人间去，他可以安心在自己的这个精舍道场里面修行。所以其实，也不要是完全都在人间里头，但是也不要完全在阿兰若里头，是不是？所以，佛陀不就讲要不苦不乐不偏两边吗？那同样，我们也应该要不偏什么？不偏共住或独住，是不是？是比较基础的修行，所以能够心地很安静解脱，独住也好，这个人间游化也好，这两者都不排斥，不能说我只是乐于人间而不愿意独住，那也不好，有时候外放到自己收拾不回来，所以真的一个有修的比丘来讲的话，他也要有独住的能力，也要有共住的能力。但是独住惯的人不愿意共住，但是共住惯的人自己比较不会独处，这个就要他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因为我们常住还好，正好我们南传北传的环境都有，或者常说，我们在下面，在山下行的是菩萨道，上山行的是声闻法。你在上面充实了之后，其实你应该要下山教化，是不是？你教化得很忙很累，你也要上山去怎样自修？这两者其实都应该要有，要有共住的能力，也要有独住的能力。其实我们自己独处的能力，大部分的人都会比较差。我们习惯大家共住。虽然愧闹是愧闹，会觉得比较好过日子，自己独处看看，还真是不简单。独处的时候，你不知道要做什么，你身心要安顿在哪里，你就会觉得心慌慌的，老想往外跑。所以有时候也是，你出家状况也应该要禁足，要有独处的这种机会，比较能够关照到内心深处的部分。内心深处越能够关照的话，其实
越能生光呢，其实才越能广行啊，而不是只有浮浅的广行而已啊。所以呢，在出家众里面大概会有乐于独住跟共住，那如果套佛陀讲的，不应该是不是 不要偏苦行，也不要偏乐行，那么同样也不要偏独住，也不要偏共住，才叫做中道生活嘛，对不对？好，那么还有会有性行跟法行的差别哈，所以说或是随性行，或是随法行，啊，又是两大类根基上的不同。那么它是通于在家跟出家，它不是在家出家的问题，啊，而是呢，它是比较属于信仰型的，还是属于透过智慧入门的，啊？那么这里也讲到说，其实属于信行的人，信行人哈，只有靠信仰的话是属于顿根者，啊，愿意随法行的呢，才叫做什么立根，才叫做立根啊。好，在信跟法来讲的话，属于随法行是立根，啊，属于随信行是顿根。如果以菩萨道跟声闻道来比的话，属于菩萨道是立根，属于声闻道是顿根。啊，愿意生生世世不断的去行菩萨道，那要很立根的人。如果急于了脱的话，反而变成什么顿根，因为他的那种心胸眼光度量是放不开来的。好，那之所以能不能放得开，其实也在于智慧上面的深入啊。当然说光智慧的其实还不足，还要再加上什么修福报广结善缘，你那个整个的那个啊体系才能够更宽广啊。啊，所以这里就讲到所谓的性质应该要怎样，要结合在一起的啊，是能够结合在一起的啊。所以当然这里所谓的行啊，也提到说在我们的第141页哈，其实也有所谓的贪行人跟什么嗔行人，乃至于痴行人，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贪嗔痴各有所重啊。那么属于这个愚痴心比较重的，大概就是说属于信行人。这个属于法行人啊，他嗔心比较重。属于贪行人的呢，悲心比较重，悲心比较重啊。那么也就是说，以前我看到这个也会吓一跳，说奇怪，我们随法行为什么嗔心会比较重？因为我们会想说佛法讲的那个理想的境界，实际上看到是不是很大的差距啊？会不平衡哎，啊，会觉得说啊，外在怎么会是这样？当然，没有调得好，会变成嗔心了。调得好，反而透过这样而来好好的检讨，是不是？啊，所以这里就是因为我们都各有所偏重，那这种各有所偏重，我们说其实透过佛法来看待，所谓的偏。其实都是情执啊，好，所以都应该怎样以智导情，是不是？都不应该有所偏，所以应该要不偏两边的什么中道行啊，要是中道行才是好的啊。那么在信行跟法行呢，很重要的就是要怎样，要信智合一在一起。从信行门入的人要去多深入佛法啊，但是深入佛法的群众呢，往往也不大喜欢去参加法会，这个也是缺失啊。因为很多的宗教情操、宗教的气氛，不是透过语言文字能够描述得了的，对不对？那种宗教的情操哈，气氛的感受是很直接的，它是超乎语言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哈，属于这个信行，属于法行者啊，在信仰性要加强，属于信行人在什么，在智慧上要加强啊。那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属于出离心的部分，所以在福报上比较没有讲到
但是这样是不够圆满，所以还会有下个阶段嘛，对不对？啊，要把福报还要结合进来，啊，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出离，以出离为主轴来看待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怎样性智合一在一起，啊，要性智不离的，啊，所以这是属于法行跟这个性行，啊的差别。那么这些呢，也都属于什么？以声闻为根基的人，啊，那最后的结语啊，在十七页科判表，科判表的第十七页了哈。这，说虽复种种性，同修出离行啊。虽然有这么多不同的这个根性，但是呢，同样都是修什么出离行，发出离心，行什么出离行。啊，所以发出离心的。有声闻，有缘觉，乃至有没有菩萨？还是有。菩萨要有出离的能力，有在家也有出家的，有独住也有人间住的，是不是？有信行人也有什么法行人啊？但是呢，这些就算他表现的风格不一样，但是同样的都在修什么出离行啊？所以这里就提到说哈，其实这个是我们个人根基上的那个偏好问题啊，但是呢，这中间呢就不要变成是互相的那种看不顺眼，对不对？啊，所以这里就会讲到说，重信的人会把那种专门研究法义的法行人看成说好像没在修行，会觉得哎，你读书好像没有太多形式上的时候，会觉得你好像没修行，会觉得我这么重信仰，我每天一定要礼佛几百拜，啊，这个诵经多少多少部，或是什么信行人，他会比较透过一些明确的方式来束缚，来也不是说束缚了，就是来管制我们自己的信的那个心呢，啊，哈 啊，而导向说从凡夫心而起信仰学习的这种心，所以会比较。有所规定式的，啊，然后就觉得哎，自己这样子才有修，啊，看到那个喜欢读书、喜欢研究经典的，会觉得他没修行。但是呢，重视慧解的又把信行人呢看成盲修瞎练。我觉得你如果不懂佛法，你虽然这样子修，到底懂不懂方向，也会担心他。但是如果他是透过智慧的抉择之后，他选了自己的那个修行的法门，那倒是好的。所以他这里说，也可能是盲修，但是也有可能啊。如果碰到有好的善知识啊，正确的引导的话，倒是也是一个啊，也是一个修行的方式嘛哈。还有呢，比方比较偏重山林的，他喜欢比较艰苦的生活，但是对那个油画人间的啊，他又会觉得。有所轻视啊，啊，那看到一些独居的，啊，又说他自私自利，那也就是说，一直都在批评别人，忘了怎样检讨自己，啊，当然我们都会有所偏，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偏之后的那个优点跟缺点，自己要做一点什么调试才好啊，好。所以这里就讲到说，也不要说为了这个弘法而说啊，摄受徒众啊，争取信众啊，啊，造成那种跟佛法无关的一些派系恶果啊，啊，这倒是也是应该要谨慎的部分呢，啊，那么也常常会觉得大乘佛法发展到非常的多元化，当然不是不好，它也有它的广度，但是就很怕不断的流俗。这种流俗呢，就很像牛奶，啊，一直加水，一直加水，加到它失去原味了，啊，而不自知就麻烦了。所以常常也会觉得，在这种时代，其实有时候也要稍微回归到佛陀的那个本怀上面，啊，佛法的本质上面，很淳朴的这个佛法的本质的部分，其实是不能丧失。不管他用多样式的方式来弘法，但是。属于本质的部分还是应该要顾，啊，要照顾得到才好啊，好，好，那么以上。
是针对人的部分来讲哈，这个相对应的根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是二圣，二圣的这个法的问题啊，那么在这个部分呢，其实二圣法啊，声闻圣法是不是就是着重在这个四圣谛法啊？所以先明中要哈，在第十七页哈，课办表的第十七页。在法上面呢，先明中要啊。佛说解脱道，四谛与缘起，甚深诸佛法，由是而开示啊。佛陀所说的解脱道，那么它很重要的架构在于什么？四圣谛跟十二因缘法啊，尤其从四圣谛，那么也才能够架构出所谓的十二因缘法啊。那么这些甚深的种种的佛法，乃至到后面大圣佛法兴起之后的多元来讲的话，其实它很根本很基础的法源还是建立在这个部分啊。所以这里说甚深诸佛法由是而开示啊，由这样子而开展开来的啊。所以我们大圣佛法其实也要能够寻找我们很原始的这个法源是很重要，佛法的源头到底从哪里来啊？那么就无外乎还是要从四圣谛跟什么十二因缘法来啊。好，那么四圣谛哈，到底是怎么样呢？那我们就这个下一堂课再讲了哈。阿弥陀佛，休息一下。